买沃尔沃优惠一辆卖瑞宝，新能源冲击底下，油车的优惠真的精彩。欢迎来到这期大车帮买。那上期通用车呢，有关注行情的朋友肯定知道，以优惠大著称 ，A 一级车动不动都可以优惠个三几万给你的，非常的疯狂。而现在今年开始，新能源的冲击这么大，新能源的优惠也这么给力的情况底下呢，这种以优惠著称的合资油车又是什么情况呢？所以今天呢，特意去查一下上汽通用雪佛兰的价格怎么样。那最著名的迈锐宝啊，据说用 A 级车的价格就能买的 B 级车，行情怎么样呢？迈锐宝的23款 1.5T 锐动版指导价是17.59万的，现在优惠去到68000，也就是122000就可以全包落地买到一台 1.5T 的B 级车啊，合资 B 级车产品啊，其实开起来还挺好的，这台车驾驶质感不错，就是底盘有点吵而已啊。那如果你觉得 1.5T 排量太小不够用，想要更大马力的话呢，迈锐宝有 2.0T 的 Redline 车型啊，具体来说是迈锐宝的23款 Redline 2.0T 的锐动版，指导价是19.59万的，现在优惠更大，可以去到70000，也就是全款落地买一台 2.0T 的迈锐宝142000左右就能搞定了，所以这个价格 OK 吧？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想买一台 2.0T 的燃油合资 B 级车的，喜欢这种产品的话呢，这个优惠应该到位了吧？那如果需要 A 级车，想要价格更低的话呢，留一下雪佛兰的科鲁泽24款的 1.3T 轻款自动尊享版啊，已经有轻款的，应该有48伏的，只有这是108900的，现在优惠也有36000，10万块车优惠36000，也就落地价83500就能买到一个 1.3T 的版本了。那通用这个 1.3T 马力是很足的，如果各位想要一个马力足的啊 A 级车的话呢，这台各位可以研究研究啊。那开头说的买沃尔沃可以优惠一辆迈锐宝，什么回事呢？迈锐宝的价格刚刚有没有看到142000，已经能全包落地买一辆 2.0T 高配的迈锐宝了。那现在沃尔沃 XC60 就是可以优惠142000这个价，等于优惠一辆高配的迈锐宝了。那现在沃尔沃 XC60 呢，比如啊24款新款的 B5 的四驱智逸豪华版车型，指导价是396900的，现金优惠却要142000，也就是284000左右就能全包落地买到沃尔沃的 XC60。 来给各位呢，喜欢沃尔沃这个品牌或想要二线豪华品牌的 SUV 产品呢，这台是不是可以研究啊？优惠142000哦。好，接下来回答一下大家车问上面的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雷克萨斯 ES200 豪华版本在东莞接受异地提车，请问呢全国哪里的价格最划算，大概什么价格呢？雷克萨斯 ES200 豪华版车型呢，价格是315900的，目前呢在广东这边呢落地价大概是305000，如果分期做按揭的话呢，275000左右就能买到这个车了。那所以这个价格呢，估计跟大家心理预期是有落差的，因为网上整天说雷克萨斯崩盘啊，全部都已经大降价了，都卖不出去了，但是 ES200 呢在广东这边呢确实这个价格也不算是崩得很厉害，当然比以前加价去比已经优惠了挺多了，已经优惠几万块了，但是其实整个雷克萨斯全国范围内的这个价差不会说很大，如果你是东莞地区的话呢，我们建议在广东附近去提车就 OK 了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大车帮买的业务可以帮你去对比一下价格。第二个问题，坐标广州想买大众威扬的380尊驰版，落地价是多少的？最近有什么优惠？如果买顶配的话呢，优惠是不是会大很多呢？具体来说，威扬的380尊驰版24款车型，指导价是324800的，现在现金优惠可以去到60000，也就是落地价294000左右就能搞定了。如果是顶配车型呢，优惠其实相差并不大，多小几千的这个幅度啊，可能指导价402800的这个顶配车型呢，落地价也要去到377000了，贵挺多的。如果你对新车的库存时间没有很大要求的话，更建议可以看一下23款的威扬，23款的次顶配尊贵版，指导价是362800的，现在优惠大很多，可以去到90000的现金优惠，也就是落地价303000就能搞定，比24款的尊驰版贵不到10000，但是可以得到高一个配置的版本，那是要新一点，
还是配置高一点，你来选择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坐标深圳，想咨询一下马自达 MX5 手动挡落地多少钱，哪个颜色性价比高，最近什么优惠，按揭分期之类的问题，那具体来说全部回答你啊。马自达的 MX5 过完年之后价格其实一直在涨的，现在性价比最高呢应该是墨西哥版的软顶手动版本，如果颜色的话呢还是马自达主打那个混动红性价比最高的，现在裸车价大概是29.5万左右，如果要灰色或者白色的话呢价格已经去到30或者31万了，我更建议呢还是买混动红更加好一点，性价比高又可以代表马自达这种特性，配起来还是挺好看的。而如果是深圳的话呢，现在据说还可以拿到4000的补贴，那么呢混动红的版本现在落地价大概是318000左右就能搞定了啊。如果分期贷款的话呢，现在我们这边贷款呢可以帮你贷足30万，也就是手头可能准备个5万块左右就能拥有这个车，而且利息是按年化 2.2 这样去算的，而且还能提前还款，所以呢这个业务无论是你要找车还是你要贷款呢，我们这边都可以帮你啊，记得各位买车的时候啊找我们大车帮买的服务啊。